男性上路。爸，卡恁贵啊，你无爽快啊？等下。等下，等下，我想想的哦，还是要检查一下较透的。爸，啊，你不是讲我是你后生，你安尼做就是无信任我？不是我不信任你，是这个白目囡仔若死无头，我后手会真麻烦。真好。努力去做医生的，一刀就甲解决蛋杀。阿爸，这刀啊，老的啦，甲要老筋骨。估计这尸体吼，伫海底要两天，伊也就食了了。啊对啦，既然呢，上佛上上天，阿爸，就交予你处理啊。我是心中无爽快是嘛？哎呦，阿伯，敢要先找一个所在休困一下？哎呦，那你机会来啊？什么机会？老婆的机会啊！是嘛？啊，不过爸的身体无爽快呢。有你的查某弟哦，气袂安怎啦？咱若今麦无爱走，等伊警察叫，咱就直接回国去啊！这把水丢丢上，这把紧走啊！麦哥，好啦，止痛，麦哥上好啦。恁阿伯看起来人真艰苦，可能是心脏的问题，要赶紧处理。咱先送伊来去病院啦。哪能我去打个灵车？我是安怎？那像有种惊讶佮不安的感觉。了解。是的，希望你命有够硬。哪位阿伯？阿伯，虽然已经止血啊，不过心脏即马还是停止的，我感觉已经……袂好去，我来。多谢你，刷来搞好稳就好。只要你能保守秘密，这件代志绝对袂牵连到你。丹青，已经超过咱急救的时间，还好我不懂，我不准，这是我甲子珊的不对，我一定要甲凯洋救到回来，我嘛无想要放弃，啊，不过代志已经发生啊，这次。啊，做回来打，袂用的。为了子通，我一定要甲凯豪救到回来。刘凯豪，你不是讲，你是我的好哥哥，你不是讲你一定会保护子通，你一定会好好照顾伊。我拜托你不要放弃，我今嘛都喊你喘气，我都要喊你喘气，你听到无？喘气。多金，请安静。我也真正想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我不是近视啊。唔准你有白讲话，刚刚你先休困一下。子珊拄个空气有较轻，我想替你拍止痛针。
所以自身真正是渡过了好事。我嘛想袂到，你会跟踪子珊去遐，而且还给杜光亮提你当作是被子珊的投名状。不过好佳哉啦，我有买收伊的小弟，所以伊偷偷跟我联络，我才及时当救你。嘛好佳哉，但请有医学背景，想到这招，我就想办法拜托伊的细汉的，把药提给子珊。我力呈现假死状态，叫骗鬼杜光亮。要来哦，怪你家己啦，真正领受这代志啊，你这人会给报啊。你跟我赌亲姐，我就感觉你差差的尴尬。我那是天天要注射，而且伊赌的位有避开要害，无去赌到你的心肺。原来这一切拢是你暗中计划好势。那你我一点麦都叫得回来，我还多谢你呢。讲什么多谢，是我来给你回信的。多谢，我伫给你急救的时阵，你一直无醒过来，我真正足惊的。你不是讲你是我的后头子，你若无醒过来，你是要我安怎面对啊？你是要跟我子彤啊？你是要我安怎跟子彤啊跟恁爸交代啊？没事了，不用心。你若不相信啊，你该去倒个拄倒转来，我证明你看。哥，你讲什么去？我白讲，拄只我万良尊哥已经无法度啊。我刚才是单亲无放弃，才甲你救转来。伊压力真正足大，即马杜光亮是为你而死啊，伊嘛够靠信任子孙，所以可能还拜托你继续配合阮，然后廖凯宏这个人暂时先消失。等下我继续解释。师兄，我不要你。头一次做这款代志哦，心情拢会较无稳定啦，规日阵嘛就好啊，啊。还是上传简讯给你啊，给爸爸看卖啊。咱拢甲这个坎站啊，够啥物秘密袂用甲我讲啊？进来。给我看啊！什么好看的？啊，就最近我单亲淡薄无欢喜，哎，现在传简讯来哦，一定要骂我了。哎，不要紧啊，你也拍开给爸爸摇一下，啊，紧的。
载，我甲丹青有讲好，若是代志圆满，就传我婚礼；若有万一，就传我讨厌你。安尼看起来，开方是无代志啊。哦，你甲丹青阁真正冤家哦。到今嘛，阁要检查我的手机啊！你也是唔相信我？啊，是讲你甲丹青唔是感情真好，奈样样冤家啊？这查甫人就杂念的啦，什么代志拢要管，烦拢烦死的。真系后悔哦，当初该求婚。干安尼？伊唔是一日甲拢走伊恁兜，啊恁两个阁常常出出入入。你敢是我？哎，不是敢是，爸爸是关心你。伊拢嘛是因我阿妈看的啦，想叫阿妈这么介意。好啦，啊，讲到这哦，我过去跟你讲啊，迄林家迄老伯上真正是老翻天啦。你明明是伊上爱大孙呢，你敢知影？伊竟然把伊名下所有的财产拢摕去信托，搁指定爱你甲宋丹青结婚了，你才会用摕到一半，啊，另外一半要予宋丹青啦。你看，有含糊无？啊？有这款代志哦？阿妈奶奶爱做啦。啊，进前丹青讲过要甲我分手，若是安尼，我毋是就摕袂着我的财产啦。子孙啊，你即马是毋是会用摕到所有的财产，拢爱看宋丹青，所以你即马绝对袂用甲伊分手。杨进，爸爸已经替你计划好啊。什么计划？当然是想办法，和宋丹青做你法度上的太太。等你摕到所有的财产了。你要把丹青处理掉？那是我用替你处理，我来动手当然也是无问题。啊，不过顶届，和迄个死查某鬼也躲过了，伊对我已经封闭啊。等到即嘛是你上机会啊！你搁要我杀人？你放心，非得你即嘛已经杀过一个啊，杀第二个就加较顺手啊。还是讲，你对伊个感情啊？我是一想到，我要摕属于我的财产，搁要看伊的面相，我就袂爽的。对了，爸，啊，你甲林国庆刷去倒位啊？那真正无食药啊，会无命。啊，那是这件代志哦。你就先给爸爸保守这个秘密，若无我今日林国庆迄只软脚鞋一看到你，又搁甲你拍悲情牌，靠一挂有诶无诶，总共一句啊，我拢是为着你好。啊，讲到底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哦，卖讲我无提醒你，到时阵若真正林国庆娶起来哦，要摕林家财产，就无这么简单。哎，这我当然嘛知影。非得你即马已经摕到药啊，你要过去摕药啊！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给伊吃到药啊，安尼好不好？没问题，随在你。